会表示很可怕。不会不会，这里的景色太猛，就是花钱肯定蛮配到的，超好吃的。而且因为是枫糖，所以不会腻，真的很划算。对，如果你真的是来到泰摩尔的话，你一定要来吃一下这家日本料理。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凯莫小镇 ，OK。我其实蛮推荐大家住这边，因为这边的物价比较低，生活的步调很慢，这里的人也比较温和友善。教会 ，embrace diversity. Oh, welcome here. 很棒哎，非常的 friendly. 就是喜欢这种小镇，就是他们都在一起，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不会是那种群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卖自己想要卖的东西。Really cool. 现在来到就是它这个很有名的 Beaver Tail， 就是这种饼烤饼，我们去买买看，试试看。它口味蛮多的，这家是 Camor 的分店，比较小一点，但也就代表你也不用排队。对，我们现在买到了这么大，直接咬。嗯，好吃吗？好假，好假，咬一口就非常满意的。今天，你要咬到那个红糖。这个人竟然低了100多次，都是枫糖，超好吃的，而且因为是枫糖，所以不会腻。台湾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哦，很特别，可是吃起来很脆，又很有香气，嗯，好好吃哦，嗯，可以，这可以推，而且其实很便宜，这样才6.5块加币。逛到这边，觉得韩国小镇是一定要来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安静又很好逛，没有什么观光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是平日，有一些吃的店会有奶茶在里面，像一些卖一些披萨啊，或者像是刚刚我吃到的那个，我爸是说像太阳饼啊。个人是觉得像是炸甜甜圈的优化版，加上枫糖的感觉，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因为比起说去班夫小镇那边比较多的观光客来讲，这边相对来讲人我觉得比较少，我品质也比较好，走起来很舒服，我又可以看着四处的山。好的，我来到一个感觉蛮道地的日式餐厅，都是卖寿司比较多。这边的 view 真的非常好，对，我觉得是它的 view 决定了一切，希望它的东西好吃。我这样拍的时候，那个汤刚好反射的是那个黄叶amazing， 喝喝看，幸福。评价一下，评价一下。没、嗯、有，可以吃到道地吗？听说你道地是指加拿大还是日本？日本味道，有点偏咸。这个名字细路了。好的，上菜了，终于我们的鳗鱼的卷，它是鳗鱼洛梨卷呢、欸。哇塞！这个是那个洛梨加小黄瓜卷，是他们的特色卷。推推，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而且里面还蛮香的，对，香。就是我们点的 pork 饭，上面是鲑鱼，特别请他做比较辣的，它上面是敷了一堆菜。天啊，这个是炸蔬菜，它是用炸的，然后瞬间起来，嗯，好香啊。嗯，炸的很刚好哈。鲑鱼还有特别的是再去半锅，特别的顺口。刚刚那家日本的餐厅真的是推到不行。刚刚结完账之后，这样吃下来一个人才320块台币左右，真的很划算。对，如果你真的是来到 Camor 的话，你一定要来吃一下这家日本料理。我会把这家餐厅的名称跟连结，就连结吗？对，放在资讯栏这边。OK。这样子拍啊，随便这样拍也好吗？光线在这边。I forget I was in listening.
OK，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班夫的 Gandora， 就是他们的缆车在那边。我是有先在网络上预定，价格其实我不知道到现场会不会比较便宜耶，就是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今天是平日，但是车是被停满的状态，大家是都不用上班是不是？哦，都在这边搭缆车了。OK， 如果你来的话呢，这边呢就可以买票。我们的缆车来了，上车。Okay. Thank you. Yes. Wow. Enjoy. Okay. Thank you. Wow. 缆车坐起来。爱来爱去。Wow. Let's go. 好风景来了。气好一定要来。然后刚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你网络上订票的价格跟最后你到现场付的价格是一样的啦。对，所以你网络上订的好处是，如果真的在旅游旺季的话，你就不会没有票，然后在指定的时间内你就一定不会需要排队，因为可以感觉得出来它应该是一个热门的景点。嗯，蛮高的耶。缆车的上面的站 ，OK， 那个就是班夫小镇，好，然后攻壳迷你旺卡湖，哎，各个落基山脉门。本来想往上面要抓个头发，然后晒一下，结果呢，风还是吹的，让我自己是魂不守舍。一楼呢，基本上出来就直接是有一个咖啡厅，可以买咖啡。二楼、三楼、四楼，最上面是就是一个观景台，三楼是好像是buffet还是有一个轻食的餐厅。这边有一个 trail， 就是走到那边有一个类似气象台的地方，走一下大概是也没有多久了，大概应该30分钟可以走到吧，然后就可以边走去看这个非常惊人的 view。OK， let's go。I found love in the loneliest city on earth. I remember winter nights, being wrapped up in your eyes. Yeah, the way we watched the world go by. Wish I could have changed your mind.'Cause I found love in the loneliest city on earth, where people hurt people so they don't feel hurt. Lost my soul to the city when she said goodbye. Oh, it hurts to know our timing wasn't right. She was the only one, one of a kind. I found herAnd the loneliest city on. 突然觉得这门票一点都不贵，完全是得天独厚的大决定。大家如果来到这里的话，坐缆车上来，绝对不要像那些旅行团一样，只是去 gift shop 或是去喝杯咖啡就结束了。这里的景真的太猛了，甚至花钱可能也买不太到的景，太漂亮了。
有够大，但是其实没有想象过我的。三二一，好，打开再收起来，收起来，打开，收起来，打开，收起来。That's cool. So they don't feel wow. Lost my soul to the city when she said. 好的，这里就是它的最后一个终点，就是最高的地方。我来往上看。里面不会有暖气那种小屋吧？其实也不是，看一下。然后 OK， 放一些工具的地方。哎，重点就是这个 view 了。哇、wow, 哦 ，so cool！ 这里有很多前人留下来的痕迹。你们成功了，登上来了 ，Yeah！ 哇、wow, 哦、yeah, ，耶！恭喜恭喜！哇、wow,就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这样就不会黑掉，也不会逆光，更不用修图，因为这里不用修图就很漂亮了。一楼基本上是 gift shop， 它的二楼的部分呢是有一些 theater， 还有一些介绍。天哪，难怪有人待在这边就不想走。光这个 view 就值得待在这边。嗯，这边都有一些教育型的牌子，告诉你一些概念。板块挤压 ，Oh my god！ 天哪，教材的部分 ，collisions， 讲说冰河怎么去演化的。哇，还可以摸石头，摸一下。哎呦，哇！天哪，我以为我是来到哈利波特，是不是？so cool！ 告诉你说他们的习性是什么。就是在那边压钢印。我们要出发，往下冲了。下去怎么有点可怕？上下天啊 ！Oh my god， 这个画面里面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个有多高，还是挺可怕的。其实是舒服的，因为这个景色很漂亮。这两位表示很可怕。不会不会，会颤抖。哇，海伟真的太美了！太美。享受美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不会。哦，这个、真的这个，哇，太美了，群峰，峰峰相连，这个景又更美了，跟刚刚上来的时候又不太一样，真的不一样，超级不一样的美景。如果呢，你搭缆车会怕，说想省钱不要搭缆车，那边就有一个 trail， 你就可以这样一路这样走上去。走到顶，其实好像看起来还好，就是这个高度看起来还好，可以吗？满意吗？满意，赞。这是他们的公车，好可爱。哇哦！
湾富小镇的主要干道车是不能进去的，所以你要大部分都只能在外围开车。又是这可爱的风车。哇哦！有咖啡机，有家乐福，有冰箱，大家床感觉就很舒服。喂，有基本的咖啡。OK， 浴室。哇哦，它的灯可以耶，比城堡饭店的浴室大了一点点，但其实还是稍微偏小。OK， 保险箱，让你挂衣服的地方没了。开箱完毕。这边是他们的侧门，最下面的话就是有那个洗衣服的地方。那如果有骑脚踏车啊，或者可以放在楼下。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看 Aurora the Rio Lily， 然后有这些茶、咖啡、热水的部分，就可以自己在这边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I wanna kiss you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It's what you're doing, making me feel like I'm falling. And when you're moving, I can hear my calling. There's no one else here that I see but you. It's what you're doing, that's making me feel like I'm falling. Yeah, I'm falling in love. 好像对面也是他们的。他说如果你要去用所谓的桑拿之类的，好像也是可以直接去对面使用。就拿着你的房卡到这里，然后秀给他的服务人员看，你就可以进去使用他的设施了。对，这样子真的住的话也蛮划算的，可以用两间饭店的资源。虽然其实原本那间饭店的资源应该是没有什么资源了，但是这是很好看的饭店。对，好的，那这间应该算是个老饭店，但是里面刚刚看了简单的设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等一下晚上，他说9点到11点是 adult time， 就是大人才能去的时间，所以呢那个时候再去好了。OK， 现在就是来到了他们的给他的 resort， 就是你住那个饭店的话，你到对面去可以去抢到他的设施。然后他设施呢就有三温暖啊、泳池啊，然后这样那种享受型的。对，然后9点之后是小朋友关起来，所以大人是这样，赞。It's what you're doing that's making me feel